孩子出现分离焦虑，爸爸该如何做才恰当？分离焦虑我想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家小孩大女儿叫小泡芙，然后她很严重，她现在七岁，她就有七年的分离焦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哎，她现在这么大对不对？我只要上厕所或者是只要我出现的地方，她一定在我的旁边。我上厕所她就会搬张椅子说我陪你哦，我要在这里陪你，然后我看我的书，然后洗澡什么，我很少时间是独处的。然后最严重是像最近他刚好流感，我就听到他在客厅说妈妈你在干嘛，我就说我在化妆，我在主卧室嘛，你过来陪我，我说好你等我五分钟我就过去，结果我一回头就哦你干嘛，他从那个客厅爬过来，爬地板爬到那个主卧室的地板，然后找我在旁边等我这样。那他去上课的时候怎么办？对啊，上那上学上课怎么办？上课他已经变成一个是不得已得做的事情，习惯。但是他只要一下课，他就说：“我今天在学校想你想要都哭了，我很想你。”每天都上演这种桥段。如果是到七岁左右还很强的分离焦虑的时候，我通常比较担心的都是他在外面的社交关系、朋友发展、情感上面的这些投射，还有他跟老师的关系，这个东西都需要去探讨一下。那现在 Grace 应该怎么帮助他呢？其实可以鼓励他多交朋友啊，妈妈是他最黏的。我是你，不是交你的朋友，你要多交朋友。分离焦虑症，对，就带着孩子，然后去观察班上有没有跟他哪些跟他的气质比较相投的，然后去做公关啊，去 say hello 啊，两个家庭偶尔就是聚一下等等啊，然后他开始就会有伙伴，开始会有同伴，需要这样。孩子超强破坏力，该如何避免家具惨遭毁灭？因为像我们家是楼中楼嘛，就有楼梯全白的墙，我老公就非常后悔，因为我老公是追求就是家里的那个物件要很完好，像样品屋的状态，所以我就说你不要再做梦了。他在想什么？对，三月一放弃了吗？屋子好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刷，然后我自己还会买那个刷具回来，就是自己补一点，不要让他发现。后我真的懒得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一直发现我们家楼梯的那一面墙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一个很奇怪很像水彩晕开的蓝色的痕迹，找不到原因，我也找不到。我想说奇怪，我也不穿牛仔裤，到底为什么？我终于有一天看到了，我儿子下楼梯的时候一直往了墙壁上撸。原来是你，不是，原来是你，我吓到。觉得算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个痕迹是很像水彩笔晕开的，晕开你要怎么刷？你这样一路这样刷过来，那也很奇怪。后来我就决定没关系就算了，而且我们之前住的一个家沙发是白色亚麻的那种亚麻的麻，不小心我儿子在上面喝个蓝莓汁打翻在沙发上，不是的。就洗不掉，而且它那个颜料会直接渗到线里，渗透在里面，刷得很紧，颜色都吃进去，根本完全洗不掉，就一定得送洗。会心疼啊！你如果没买太好的话，那倒还好啊。大家都知道说他们在发展他们的 IQ， 在发展他们的智力，所以基本上再小的孩子，你还是可以去创造一面墙，让他知道说，哎，在那边画，或者说，虽然孩子不一定会听你的。可是比较可以从重症变轻症，所以我家就有一面墙，然后贴满图画纸，还有另外一面墙是专门粘贴纸的。所以其实你要给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粘去画，然后呢带着他去示范等等，他其实其他地方比较不会去，以后就带去森达家就好了。